你们去哪里呀？我们玩去喽。不带上我吗？要带。给我带奶奶。哎呦，我带你，我带你去，我不去。哎，我娘娘还要买萝卜，我还差两个萝卜卖不给他嘞。好的。娘娘，你看你来买蘑菇萝卜嘞，那你背我毛毛。到菜园喽，然后开始扯萝卜喽。我是，哎，你都不认识给你。现在开始扯萝卜了，我婶婶在研究我们家的菜怎么比他家的菜好一点。他最喜欢来菜园的，我妈都说让他以后不要来菜园了。你要买事多买你这个。你看我儿子在帮忙嘞，他最喜欢他小婆婆，因为他小婆婆爱带他，他就老是跟着小婆婆。妈，跑快点，水果萝卜现在在跑过不？哎，去拿羊汤，他说那里还吗？多长的嘞？那发钱过的。看我还给买个撑啥事啊？宝宝，你到国庆怎么搞？宝宝，这边来。小婆婆在这里嘞，小婆婆外婆在这里嘞。哟，你看，给他又掉进了蔬菜堆里面。哟，你看，狠一脚搬一个，狠一脚搬一个。你狠一脚搬一个，狠一脚搬一个。仔仔，仔仔，啊，这个，他好开心啊！他的菜园就好像牛被放出来了一样。你们知道最忙的是谁吗？就是我儿子，他就是跑过来跑过去，跑过去跑过来，指点江山。宝宝，他最忙啊！他都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倒去找，倒去找。又去扯点菜，你看我儿子又找不到了，又找不到他去哪里了啊！等我运通一条给搞好了，哎，但是运通毛毛毛可的瓜仔仔，给这个搞运通去了，嘿嘿嘿，该死死了，忙的很哦，到菜园里最忙过，还弄个太太的茶几，哎呦哎呦。他帮忙，帮忙了。你看我妈都不让他来菜园的。买萝卜送小白菜啊！我又找不到我儿子了。哦，在那里。你看。爹妈，你在干嘛呀？我们回家了。把那个萝卜菜就拿回去喂鸡，我妈在跟我婶婶说这个菜那个菜，然后我儿子也是就各种指点江山，又躲在蔬菜堆里面去玩泥巴去了嘞，回家了宝宝，回家了，你还去哪里？哦，你看指点江山的人来了，外婆他们回去啦。他们走了，快点走！快点！呀呀呀呀！我要赶紧赶上他，那你不能过去。扯了一堆萝卜菜回去，喂鸡呀，喂猪。好，我提着菜回去，扔在这下面，鸡就会来吃。全部扔在这儿，不给点猪吃啊？猪妞妞在哪里，宝宝？哦，猪妞妞在那里啊？哦，猪妞妞在那里啊？
现在开心的很呢。